对，打信号说打野在这上路，让我小心一点。他如果敢 Q 上来，应该是打野在的。这个往后 Q， 居然 Q 到我了。快要跑车漏了，亏麻了。这位挖着热塔，我 DF 换剑了，没注意，这波不用交闪现的。也行吧，早用早 CD。在干嘛？在勾引。有需要吗？紧张。还行吧，中部。你怎么两把长剑呢？啊？看完这把武器，是不是觉得主播武器也没有那么僵尸啊？啊，真不菜的呀！啊，老实说我武器菜。真的还行，没有那么垃圾。我们有一说一啊。什么？还行吧。应该是嘎了。
别急，先把果子吃了。什么？皎月把？小龙空了。这把好像有点小肥哟、坏了，有笨蛋。稳点呀，肯定不要单杀。啊，你真吃啊。小月七个七杠一了，真的假的？怎么感觉我要把握不住了呀？我也七杠零了。还敢戳我，疯掉了。就是在给我找舞台是吧？用心良苦啊。他找我了，他应该打不过我吧？嗯，什么情况？
差钱是吧？你去把小龙控了吧。我怎么感觉队友来不及控？没人帮他打，皎月要到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差钱。对不起，他妈这家伙两件套打我好痛啊！呜呼！舒服了呀，大人头呢？我拿的两个角月都是大人头，那好像现在我真正的无敌了呀！啊哈，搞个魔抗出一下，啊哈，啊哈，再搞个冰心，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多少？五百。哎呦哎呦，后面还有，好多钱啊，根本吃不完，兄弟们，全是大米，兄弟们。人呢？啊，人呢？这个追不上了，好多大米啊，我操，吃麻了。刚刚其实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办法啊，把亚索给卖了，这样现金就300块了。那一波一个300块，下波还是300块，这是多少钱呀？哎，该让他把我亚索给杀了，这样是最好的。然后我再把他杀了，哎，完美的一个计划。谁把真言给擦了啊？30块钱都不给吃，哪个坏逼？我操，逼女，你是不是人呐？啊！好，哇，帅！你怎么连一个0-8的剑姬你都打不过啊？装备领先这么多，真是一坨废物啊！换主播的亚索来，他早对不了线了啊！没用的东西。
只能控龙啊。直接炸掉了吗？血量是不是炸不掉？炸掉了。哦，可惜，我还以为打赢了呢。不对，我还以为杀了呢。哇，差点双杀了，有朝桌的呀。我觉得他们应该往上跑了呀。还是你啊，皎月，又是你，兜兜转转还是你啊，还把淼淼交了。卖我呀，爸！我还是很肉的哦。又是一个终结，好多终结，对面，我吃了多少个终结？感觉全是终结，对面，哪来这么多终结？冰心，这个是不是填够了？在卖你的钩子呢，在卖啊，把什么卖了？我以为钱不够啊。哇，难道今天开始好起来了吗？这把感觉只要不死增加大分了，这把能再来个五杀什么的就更好了啊。快抓 Q， 快抓 Q！
妹连上。